男兵一位楼上请，拿好你的手牌，小心台阶，哥这边走。大家都是那种很帅的一家，15个人吃，怎么的？那没人再补一个。黄哥，感谢黄哥，感谢黄哥，感谢黄哥，牛！祝黄哥吉时吉日喜人风风牛风雨如风筝，征服正在征上少少少少少少身富身材身贵子子子子女带黄荣，荣华富贵你定有，有钱有势有钱缠。快快快快抢快抢快抢！看水皮子。哎呀，可惜可恶啊！我才抢了一块肉，四块，很舒服。耗子是肉汁，我不想玩啦！为什么？好吃咋了？我不想玩啦！我也不想玩啦！肉吃才能让你拉个零。哎呀，都是没用的牌啊！白带鸟拉零，给他杀了！我靠！不是，猴哥可能直播一天都给我们发红包了。OK， 走。在这里钓个鱼。又来呀！我真的是。又来啊！我绝对起价，又来！发钱，发钱，发一百！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看你们有多少有钱，压力不大。等一下，冷静，我是呆呆鸟，出大魔，过了。不管。好。叔叔，你看他们有你危险的拉一下。的一个小猪 A 仔。好。OK。我手机都打开了。快点吧，大门。打反逻辑是吧？以为我们不投你，就投你，投这个王大萌。不，椅子现在太医是呆呆鸟，我们是不是该投太医？投说什么都没用，我才投你，你赶紧把这我微信都打开了，投太医，投他，投太医。哦，对，因为没到点儿呢。投什么太医？太医都投到。凝聚力，兄弟们，凝聚力。哎呀，我拉叔叔去了，我邻居里没跟上，我看我拉叔叔去了。哎呀，怎么有人偷我啊？都捞我！两个狼啊！他狼队友也偷他了吗？哎呀！我不听你了。他又被禁言了。谢谢，真的就睡一会儿的一个情书。你又被禁言了吗 ？OK， 那王拉奇一开始我跟他出现的桥梁，他说不是金银狼把他禁言了，然后呢，我是好人带刀，哇，我在人群之中，左边王拉奇，右边苏苏，然后我给布刀了，王拉奇拍的脚，我估摸着王拉奇又被布禁言了，过怎么样？帅不过？输是这样的，进来饭堂以后呢，这个王拉奇不是苏苏，他王拉那个布布说王拉奇进阴狼，完事儿我怎么看着他想干嘛，你知道吗？那猪猪认刀了，那就是布布追着王拉奇跑着苏苏干嘛呀？就特别离谱，他在人群之中刀一个，那他刀布布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不太清楚，过。但是他没有开刀，他是狼会开刀，确实是那个他只能是鬼使的好人，被那个布布给静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猪猪刚好也是到了布布，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猪猪到了布布，然后给拉奇静了一手音，对吧？就这两种可能性嘛。那这边的话，猪猪刚刚前面说右边还有苏苏嘛，那还得听苏苏怎么讲嘛，对吧？江灿可以归个票嘛，太医是呆呆鸟嘛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
Old K 耗子发言，我是肉汁儿。嗯，我上一轮做了一个通讯任务，我两轮都想去说话，我都想去说话，都没说到话。乔梁，等会可以去说话。没别的信息。我在那个医疗室上方碰到七仔仔，他一个人搁那左右转呼，然后我问他什么身份，他说啊，然后就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反正我在去桥梁的路上，还没到呢，刚到桥梁过，没别的信息。OK， 七仔发言啊，七仔佛在哪？现在跟王姐佛一起啊，在那个池塘凝聚间啊。王爷站在那儿没动，我就往那边下来了。我不是一个呢，我跟王爷复活在一起，然后刚下来，好吧。然后呢，中途遇到耗子，就跟他说的一样的，我跟着他屁股后面走，我还没到呢，然后就报警了。以猪猪的口吻就是说，布布是金银狼，把垃圾浸晕了两轮，好吧。然后猪猪手起刀落，把布布给刀了，然后垃圾这一桌又是被浸晕的一张牌，好吧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怀疑布布是金银狼，猪猪这个刀我的79.5%，好吧，过。叔叔猪猪啥是分不清楚。先发言，我这把能保的是谁？江灿，因为他做了好人任务，在右上角。然后这左边一个拉奇，右边一个叔叔挡着，他是跟我站在前位的，我居然能刀到布布吗？我说让他一点，让他一点，因为看不见啊。然后他们就围着那个地方转。我是布布，我破了。我好像视角跟猴哥一样，我怎么也觉得是王拉奇。我看这把东西没有，他布布快走的，猪猪认刀了，那怎么说？起票，不。嗯，我觉得这一刀好像也能认呢，那个要不然就弃了。我是刚才跟太医在一块儿啊，在那个梯子路口，我还以为那个太医是好的呢。那要呆呆鸟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听一下后座发言过。弃票弃票，我跟拉奇跟猪猪复活在桥梁，然后一出来拉奇就说了，说不不把他静音了什么什么的，然后猪猪就说他要刀去刀，不不不还疯狂让我让开让开，所以不猪猪这一刀我认100%。然后切过，我肯定是铁心人接的，因为如果说他是狼的话，我今天就肯定站不到这里啊。刀口猪猪已经认了，我觉得弃票过。好，先别投票，先别投票啊！在我已知大家身份，我可能现在发言呢，大家可能都不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猪猪嘴硬，他说他让开了，他站好远啊，都0.1米，你说不不不，把拉锯禁言了。好，我打一个逻辑，有没有可能是猪猪把布布布给刀了，然后猪猪把拉锯禁言了呢？如果说要打这个逻辑的话，那么苏苏跟七仔仔就必是猪猪的狼队友。太一罗点三狼，猪猪公主，苏苏小猪公主，小狼狗，小不爱喝咖啡的舰长。好吧，罗点三狼，还有一个鹈鹕送给大家，应该就是给的王大某了啊，王大某，还有一个呆呆鸟，再送一个呆呆鸟，再送一个呆呆鸟，太一。我看你把那个太医刀了，太医，你忘记自己投自己的大谋说应该是，我说谁？太医，谁给我一票啊？太医给的，密哎呀，直接扔进去了。密太医，太医忘记了。那恩情就是铁哈，走，咱们去聊那个通讯对讲任务，走走走。我不跟你去了。我给你当带刀护卫，好吧？我想把太医给刀了。OK OK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留着太医吧，反正也没人理他。啊！哎呦！起开起开起开！哦。OK。七仔仔。我拍的景。七仔仔。七仔仔铁狼。七仔仔铁狼。猪猪公主。我觉得大概率也是一张坏坏，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点，对吧？那个，我是个肉汁儿。首先第一点，这是好人，对吧？桥梁我做了任务，这是第二点。我说了可以去桥梁聊天了，然后当时在桥梁的右边很多人，那我总不能喊出来网红死了嘛？太医把太医杀了，真的是。然后呢？这时候，七仔朱大强和太医追出去了，给我关灯了。关灯了过后，我旁边路过了七仔仔，然后我按着 R 往里面走，然后按着 R 我看见就是在拍零前的最后一点点的时候，小圈圈里面看见了猪猪公主，但是我并没有看见腿，或者说是我没有看清，但是猪猪公主是从那上面桥梁上面下来的，然后我按着 R 过去拍了点七仔仔和猪猪公主，我觉得大概率是两个坏坏。首先七仔仔肯定不做好，投七仔仔过。我七仔仔，我就这么给你打个逻辑，朱大强、太医，我照朱大强什么身份了？好吧，我走的时候是我跟着朱大强还有太医屁股后面的，好吧？
问朱大侠，他说让开让开，我还行。耗子七仔仔都没报网红信息，我觉得七仔仔是刀了苏苏的狼。一百全票打给这个猪猪啊，苏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他那个尸体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好吧，全票打飞猪猪呀。嗯，不，先出七仔仔，网红死了，拍警前一秒，不聊是吧？你要是好人，你能打到猪猪身上？你耗子也不说，姜叉是有反应的，孙悟空没啥反应。先出七仔仔，可以认我个铁好吧？你要是铁好，你七仔仔你不聊网红身份，直接把猪猪打死了。我觉得你有力度，因为耗子没说，你也不说，那你铁坏过。可是刚才七仔仔的那个走位像是想刀太医的人，嗯，但是如果假定朱公主是第一轮第二轮咱们都认为的好人牌的话，且我也有刀，那七仔仔必是狼。那刚才耗子说的是他看到朱公主从那个上边下来，然后他是跑上去报的警，那这我就有点懵了呀，反正太医是我刀的，只要除了我其他人在我面前都感觉不像好刀啊。然后我听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给猪猪公主作证，看看有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啊，如果有人作证的话就投七仔仔过啊，直接打飞七仔仔，我能铁心恩姐，但是猴哥没什么反应啊，我过了。王拉菊终于可以发言了，记得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发言吗？因为不是静音狼，猪猪把静音狼刀掉的，那才猪猪的，能是什么好人？我要出七仔仔，我觉得耗子可能是设了个圈套，或者要不就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但是网红死了嘛，他第一位报警人其实也可以不说，但是后面这个顺彩的七仔仔我觉得他问题比较大，我想出七仔仔。 OK， 我铁保猪猪他铁好过。 OK， 猪猪公主发言，耗子是肉汁，他说我不好我不回踩他，但是当时桥梁那底下站的是谁？七仔仔跟苏苏。完了之后我走到上面之后关灯了，我在那狂拍空格，然后我拍着空格的时候跳出来了一则消息，然后我就往下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具黑色的尸体，然后耗子报的警，那么七仔仔就是那个刀了苏苏的那个狼，出谁呢？出七仔仔过。错，全票打飞这个居居公主，我是警长啊！我本以为啊，这个居居公主能给我跳一首什么啊正义之类的身份，但是她没跳，那对不起，居居公主在我这儿那就是铁狼，对吧？她在人群之中刀了一个不。我就说你怎么敢在人群之中开刀呢？原来他是狼牌，全票打飞猴哥，然后进去啊，我会出手过。王爱这边发言啊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先出七仔仔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耗子他为肉汁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先把网红鹅的信息爆出来，是为了因为他知道后知为是七仔仔，七仔仔完全不聊网红鹅信息，那在我这边他一定是个定重量重力级以下的牌啊。对不对？那他肯定是那匹狼啊！先投七仔仔啊！我这边过。忘说了，报警前两秒钟。哼，你没反应啊！报警前两秒钟，我没反应，我 A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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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 A 啊？那不对 ，A 我 A 了，姜叉 A 的，那是我 A 的，把猴哥嘎了。哎，走，我清场呀，耗子。我是狼，我刀的人。主要是你从上面下来，我又在下面抱着紧，我就怀疑你。我帮猴哥，猪猪刀猴哥。OK， 我可以先开。我这是开的，刀那个猴子，刀那个猴子。OK， 等一下，猴哥。我是肉汁啊，我用另一个。我给你挡着，我给你挡着。帮我处理一下。我来挡，我废了，我挡。猴哥在饭堂。OK。猴哥在饭堂，我让。那我是废物，我是废物，我挡。猴哥有点像呆呆鸟。哎，有一点。猴哥人呢？哎，猴哥不在了。猴哥人呢？猴哥他说了一句：“没人帮我处理一下吗？”关灯的时候。嗯，我不知道。我跟姜灿铁好，你们能铁跑的再过来。我有人给你站上。我是肉灾，那你们去左上角站着，我在这里来。猴哥一来我就刀他。大娘姐，你不用站那，相信猪猪。大娘姐，站过来，站过来。我在这儿吗？相信我。OK， 我站这儿，我站这儿。相信我，相信你，相信你，相信我。猴哥呢？猴哥在哪儿呢？猴哥不来。4090上了，4090。
苏大侠为什么一直贴着我？猴哥不敢来了。猴哥！啊！人呢？不去开灯，完了完了，开灯。猴哥没追上是吧？不是，猴哥关灯了，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好了怎么样？这个策略过了吗？我这个有点卡麦呀、啊，挺新的，有点。直接出猴子，这猴子肯定铁狼啊！我本来想吓唬吓唬他的，我也忘了，冲动了，见着猴子就想往他脸上莽。啊，过来。警长刀歪来啊！那出猴哥呀，出猴哥！什么警长刀歪来啊？我喊着呢。刀一个双头，宝拉吉发言，不是警长刀歪了，一只猴哥来了人群中才有炸弹，也就是说没有鸡腿可以报警，猪猪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大家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报到警，他又追不到猴哥，他不是刀歪，他刀的没错，这一把我要出猴哥，不没办法选了个王爷，刀个好爷，把我挑选了一下，我挑选。这要是能有人跟我把他顶倒，选了王爷还行。谢谢纸和奇妙的 SC。不点票呢？来了。痛哭流涕，我的天，感动，猪猪感动，感动。最后一句，我刀一个人报警。无红警官，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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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没有人在意王爷吗？猪猪为了咱们好人付出了所有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，没有人在意王爷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王爷也牺牲了。王爷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哎呀，战斗的辛苦呀。OK。王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小丑。我操！该死，后期那个真的小丑。王爷，你有真不是呆呆鸟就别拍零了，好吧？另一个呆呆鸟会给你踩死了，我很无语。就很棒。